大家好，我是阿芬。我这个生活，这个大铁馆，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吧？我差不多有个半年左右没来这个大铁馆这边干海了。然后我今天特地去市场买了十斤鱼，一些小鲨鱼。我准备给大家放在那个大铁馆那边，因为时常超的话，海水会把这个大铁馆给它淹没了。然后海鸥什么的会跑过来吃鱼咬啊什么的。走吧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回去，期待下午过来大丰收啊！现在我们准备去大铁馆那边去那个收一下早上放在那边的鱼网。今天我特地带了这个抄网过来，因为那个实在是在那个地方被狐狸给吓怕了。走吧，那咱们赶紧出发。啊，阿锦，我刚刚看到那里面有几条鱼仔鱼，那咱们就赶紧进去啊。这是上面有个水坑，这是上面咱们先来扫一扫。这个期间放给我，应该是我的水好了。哎，有吧，有一只青蟹，你看，可以啊，你看，还不错啊。我的，刚垃圾碰到一个青蟹了，这个青蟹还挺肥的。哎，完了，穿网断了，断掉了。哇，这一袋鱼我都只剩下半袋了，你的应该已经被。喂，有一只青蟹，哎，两次，你看，哎，还有一条小鲈鱼啊，你看这么小的鲈鱼，它还跑进来蹭吃的了，那蹭小鲈鱼给它放了，这说明这个水坑太小了。来，这只青蟹，这只也是青蟹吧，这只太小了，先不要了，给你放啊。我刚才在这里面捞了一只，我就说这里面，哎。有个青蟹的前世，你看，哇，那青蟹应该是在附近。这个洞是跟外面相通的，会不会在这里面稍微弄来弄去的？螃蟹跟鱼都爬到外面去吧。哎呀，喂，阿弟阿弟，你看，你们，刚刚这个地方一直在起泡。喂，螃蟹拍到了。喂。这么小的石头蟹，石头蟹显然呢，这个还是好一点的石头蟹，好一点石头蟹就不要，其他的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水箱，哎，哇，你看，原来它这边你看，它都是相通的，终于让我捞到一次了啊，可以，应该这里面还有，还有一只吧，你那个脚断了、啊、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还有一只脚断了，是不是？哇，难怪我前面感觉踩到了，你看。壳都让我拆裂开了，壳都还行啊，壳的，来，给它放里面。哎，又来了一个石头蟹，哎，终于来了一个石头蟹，不回应啊，这个还行，这种石头蟹长不大的，这个壳都已经算可以的。喂，哇，吓了我一跳，你看，一条石头鳗，喂。哇，我刚刚以为是鳝鱼啊，这个鱼吧是不是很像鳝鱼？可以啊，哇，这条鱼竿有没有一斤多一点嘛？大型两岁长，好久没有抓到这个石头鳗了，看来这个季节可能石头鳗要出来了。到时候看海，我可以放那个螃蟹笼了。你干嘛？你想往嘴里面跑吗？给它放在桶里面，我来给你跑了，啥都没有，看来今天收获要不错的样子啊。再来一条石头鳗，行呀、啊！来呀！喂！哦，石头蟹，又是一个石头蟹前世，你看，前世可以带走，金线的。你是钳子都不碰的，那你刚刚那个那么大个钳子不带走？刚刚那个已经掉了，应该没有了吧？不捞了，估计有也没什么的。你看，青蟹跟石头鳗在打架，你看，哇呢！看青蟹厉害还是石头鳗厉害？石头鳗在水里面比较厉害，但是岸上的话被青蟹夹，它是没办法，它咬不到青蟹。哇呢！石头鳗被夹的都发抖了，都瑟瑟发抖，好像有点发冷的意思。今天中午还行啊，
偏。真的出乎意料，我本来估计这里面最多也是两只青姐已经很好了，青姐三只，啊，还有这条石头马，这条石头马应该也有个那个接近一斤吧啊，今天这只应该也可以卖个150左右吧，也算还行啊，花了30块钱卖了150左右，也算赚钱了是不是？翻了5倍，主要是刺激啊，像这样子捞的话的呀，我就希望捞到什么大货啊什么什么的，有放诱饵的地方，不管螃蟹笼或者什么东西。反正就刺激，因为会有个期待嘛，你又放油啊，它里面多少会有点货，是不是？说吧，那我们就准备带上新买钱，这个时候天也快黑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也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哦，拜拜，走回家。